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抢一地对河池的比赛。这场比赛又是一个精选啊，打的是真的很精彩哈。我们来看一看哈，河池这次用的是仙人模式哈，也是三神器啊。现在呢是被压板边，就这么打，有晕点的感觉啊。好，刚好一个原地跳地晕了，河池这一波一个重手断连了，给了抢一地一个机会啊。他其实这个也不是浪哈，一个正常连招啊，可以小跳落地再抓。下面的高能又来了啊！每次看到河池的三神器，特别是草地精一上场啊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，又有期待感啊，每次都有新鲜感。我们继续来看一看。可以的，这次抢个地很明显他是想过来抓的哈，河池直接就是下 A 两点，而且是确认了一个必杀。可以的，接下来又是一波比一波精彩啊，高潮迭起啊！来看一看，毒越毒，跳低，又被压板边了。看看河池如何靠近，打出转球，可以这次打钢很伤，又被敲头啊！河池没有戴头盔吗？奈落落敲了空中，逆向绕起来，毒气有势改，再绕啊，绕到身后直接打晕，又是一个。下重手加这个站重手哈，然后又是踢到空中升龙啊，很完美。热血的音乐一响起啊，感觉又有戏了。看看血量不足的这个草地精能否拿下啊？能量闪，哇，差点被蓝之山哈。毒液毒打前冲，可以抢个地，这一波也不错。喂呀，贪心了想捡，跳 B， 好被刚残血。啊，你看大跳哈，跳高跳的这个是骗过了对方的 CD 哈，又是接了一套，点火了，再用荒谣哈拿下，非常的帅气啊，很好看。好的啊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、关注、修修不一抖丢。